我有证据，人是我杀的。找到啥线索了？能证明我清白了吧？别着急呀，再唠会儿。你儿子之前处了个女朋友叫陈小明，这事儿你知道不？别老儿子儿子的。 你这叫说话不严谨。自从我出来以后，这瘪犊子就没叫过我一声爹。他去哪儿都不告诉我，他处对象能告诉我？哎，你之前呀，给他买了一辆拉脚的车，让他在外头挨了揍，结了仇，这个事儿你知道不？结仇这事儿他没跟我提过。不过这瘪犊子吧，就长了一副就是欠收拾的样，我还想收拾他呢。 你说多巧！就那天晚上，你路过虹桥集团的时候，这个陈小明死里头了。死的那女孩子是我儿子的对象？可不咋的。啊不，不明白，我跟。 这事儿有啥关系呢？跟你是没关系，跟杨雪松有关系。这不叫人求证据去了吗？啊，你也别急，一会儿就能出结果啊。不是糗到啥时候啊？不是都还我清白了，我凭什么在这儿等着？凭你是杨雪松的继父，你有义务。 配合我们，杨四儿，你懂法律，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我懂，我当然明白。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，我跟这个瘪犊子这关系不好，他去哪儿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是这瘪犊子干的这事儿，不用国家动手，我亲手就能把他给整死了。冷静，是杨雪松犯事儿，不是你犯事儿。 等，你凭什么说是这瘪犊子犯事儿了呀？就那天晚上，你从虹桥集团走的时候，啊，走的是东府路，这条路不中医院不顺道吧？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，我刚出来我真不认道。你是不认道，杨雪松跑了那么长时间的黑车，他也不认道。 杨雪松和陈小明是情侣，严红桥横刀夺爱，杨雪松急了要报仇。那天晚上，杨雪松要杀严红桥，这中间出了纰漏，陈小明意外坠楼，这杨雪松自个儿跑了，不告诉你是怕拖累你。没了，没了。 还你清白了，不高兴吗？<笑>行了，真能编故事啊！他害怕不拖累。笑啊，咋不笑了？高兴你就多笑笑啊！ 你要不想笑，就跟我们说说杨雪松的事儿。你不想说，那我跟你说，这上头是杨雪松给陈小明发的信息。你想知道他是怎么跟陈小明说的不？啊，杨三儿。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信不信？我早晚弄死杨红桥。
凭他说的这几句话就认定这瘪犊子犯事了啊？哎，我还告诉你们啊，我还一直想把我邻居那老刘给干了呢，我这么说犯法吗？能定我罪吗？哎，除了这，你们还有啥证据啊？你以为我杨四这15年的大牢是白蹲了？啊？你这叫变着法的诱供啊！我知道，我是走不出去了，啊，我也不跟你们瞎掰了，我有证据。人是我杀的。